经历过腰伤，阔别红馆八年，刘德华一年二十场的跨年演唱会终于正式开幕了，不少朋友都有到场支持。不过最令人意外的就是太太朱丽倩和六岁的女女刘向慧居然大方地坐在观众席欣赏啊。华仔向来都极力保护女女私隐的嘛，这日是首次公开露面，她还一路看到完场添啊。华仔穿着一身白色的唐装长袍登场，虽然要顾及腰伤没有太多剧烈动作，但是估不到她唱完两首歌之后就除衫露肌，虽然讲到明不会露腹肌，不过都露返个二头肌补数啦。完场之后，华仔就话今次太太同女女嚟睇 show， 原来系佢亲自安排噶，真系好难得、啊。系咩？咁我系咁耐，佢都系第一次演唱会啫嘛。佢啊，咁系嘛？太太唔系啊嘛。太太都有嚟睇噶，你哋都有影过。唔係咁堂堂正正咁樣咧，唔使避啊！費事你哋亂寫啦，又話我避呢度避嗰度咁樣，大大方方咪算咯。至於場內有一啲圖畫，原來係出自女女手筆噶，唔通呢個都係華仔要求女女畫嘅？唔係佢交功課噶，交功課，啲功課嚟。有版權喎，係咪噶？佢咁細個都係父，即係爸爸擁有噶啦。咁耐冇開演唱會，華仔就話都真係幾攰噶。但係你仲有十九場波。係啊，我頭先同佢哋講點解件牛仔褸越跳越重嘅。你脱啊嘛，係咯，一路唱一路脱啊。唔得噶啦，一脱落去，今次都脱咧，以後都要脱噶啦。